开车和朋友一起去兜风。鬼不可怕，马路三宝才可怕。挑选合适的行车记录器就显得非常重要。选得好，就可以开心出门，平安回家。选得好，不怕移动是神主牌。就像开车再快，也不过是 A186 的藤原拓海。开车会用到后视镜 ，M60 行车记录器也是必备后视镜。看到这个 GPS 测速照相位置的提醒，发现这个注意前车距离，注意这个车道偏移了，140度镜头升级，高清镜头倒车显影，前后双记录，停车监控索赔新利器，和5寸大荧幕间距的全方位守护。那么。在哪里才能买得到呢？马上去购买，现在入手就附赠 16GB 记忆卡，限量是残酷，错过你会垂心肝。不怕万一，只怕意外发生。